来先去到阮师兄在大南病院的实习室，总护房主治医师甲讲，换较好的时阵才阁煮皮，一日到咱哭了。伊在遮的时阵，我有啥物无如意、无顺利，我著就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来庇佑。我讲我要去学习，学习你的大慈大悲，忏悔我过未去受所造的业障。做医疗志工来遮会当政府祝福，我嘛拢足感恩遐菩萨遐会将来会当予咱服务，我嘛感觉讲，咱会当帮助人是足好个，做志工是足快乐个。正讲人生个志愿，讲要做个，咱咪讲哦，有闲才要来做。哎，慢动作来。后生新妇大概嘛拢足有效个，啊嘛足有成就个，所以我即马拢无看无路。阮儿子伊拢久久啊转来一遍，我也无甲烦恼。因为囡仔拢爱读册，即马就是专心做主席。